大家好，我是来自 A10 鸿盛自动科技的 Gary。 那我们鸿盛呢是成立超过40年的公司。那我们公司呢主要有四大产品线，第一个呢是我们的 KVM 多电脑切换器，第二个是我们的 ProAV 专业的影音，那第三个是我们的 PDU 电源分配器，那还有我们第四个 SOHO 的产品线。那今天要跟各位介绍呢就是我们 SOHO 的新产品 US3311。那这是我们今天想要介绍的产品 US331， 它是两 port 的 4K DisplayPort USB-C KVM Dock Switch。 那它呢它可以接上两台 USB-C 的装置，像是 USB-C 的笔电或者是我们的平板。那我们有四个 USB Type A 3.2 Gen 1的周边 port， 在这个部分呢我们可以接上我们的像是键盘、滑鼠或者是其他的周边装置。那后面呢我们还有一个 DP 的这个萤幕，所以我们可以接上我们 DP 的萤幕。那我们的解析度呢支援最高达 4K 60Hz。 那透过这个简单的按钮切换呢就可以在两台 USB-C 装置之间做切换。那除此之外呢我们还有一套呢有支援100瓦的 PD 的充电，让使用者在使用的过程中不用害怕有没有电的问题。那我们 US331 目前正在折折上面进行募资，那活动到7月6号。那目前在这个活动过程中呢我们有5-6折的这个优惠。那在这段活动期间我们除了打折优惠之外，我们还有附上一些周边商品，那希望各位可以来参考一下，谢谢。